是的，刘立振先生、任涛先生以及品牌合作伙伴和品牌挚友们，大张伟、黄晓、欧阳雪君、白宇帆、丹平、田亮、王文斌、陆柯然，有请各位，欢迎。双十一期间，立振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致辞、美好图景，来吹响京东超市双十一的购物狂欢集结。谢谢，谢谢朋友。京东超市新品之夜高级定制发布会的现场。此刻各位当的景致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下面真的要进行是跟奥运啊，然后跟运动有关的当道具自传递。比如说我们第一轮从沈梦辰开始，灵魂画手先画，你画完以后呢传给下一位，一直传到这边呢、王涵是第一题奥运项目画。十秒钟计时开始。水波浪可以看他画吗？你只有十秒钟哦，还有五秒钟啊，加油哦，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重点。二一停，来这个画哎，他们看得到吗？原则上其实只有这个陆柯然可以看你的画，另外两位不能看、看我、都看我，都看我。而且陆柯然在看我画画的时候发出了一句感叹啊。我是有点啊，对，我接着这个继续画吗？对，十秒钟倒计时，我也不知道开始。这我提示一下，我觉得刚才沈梦辰水画的太细致了，没必要。主要是这个水上会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水，对，你画了个，我画了八秒钟的水，对，一直在画水。什么什么？啊！你还擦？不要再擦了，没了。我选游泳吧，画画和游泳。选游泳好了。好，我是根据瑞扎，该你了。可以根据。好，十秒钟开始。反正是跟水上有。哦，张嘉倪了，你这棒很关键哦，这你都能擦。接下来不难为大家了，接下来应该是各位的强项，我觉得包括王涵也是强项，来表达这个冬奥会的项目依次传递。是什么冬奥项目呢？哇塞，这是我来猜吗？你来猜吗？是我猜吗？我刚才看了。你刚才看了？对，我们俩同时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俩同时看看我们俩是不是表演的一个项目。那然后是这个陆柯然跟瑞扎，你们俩来猜 好不好？你们俩猜完了以后，你们组队再给王涵来表演。好好不好？好。我现在在舞台上看到他脸是懵的啊！然后我这边表演一下我的手，补充一下，一个姿势。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呦，表情，注意表情。哦，闭一下。喜欢在家里是吗？是我猜的那个吗？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就是那个。好，对，或者是你大概有知道是什么？那我表演前面已经表演后面那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知道后面那个吗？我知道后面那个。好，来，我表演前面呗，三二一，走。大家今天在我们现场陪我们，感谢京东超市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奥运健儿，然后平时要多多运动，关注我们的冬奥会。